月14日是台北霞海城隍爷圣诞，在庙方举办的祝寿活动中，邀请拼场艺术撞击艺术团队带来全新作品《渡》，庆祝霞海城隍爷渡海来台200年，也献给远渡黑水沟来台生根延续香火、看顾众民的台湾众神。两尊造型奇特、别具科技感的电器神将是千里眼和顺风耳，结合编舞女神官廖以晴充满生命力的舞蹈，有别于传统正统文化，开启崭新的宗教艺术美学。拼场艺术撞击是由当代艺术家、舞者、音乐制作人、乐团、服装造型等5种跨领域的创作者共同组成，借由不同领域青年艺术创作者的彼此较劲，融接出新的在地艺术、庶民文化美学，也为观众带来惊艳的感官体验。公民记者陈怡如台北报道。